送丈母娘回来，然后往广场旁边那里过，那里好多人在那里玩，然后过去看一下。现在往地下街走过去广场，不知道哪里有出口，我找不到出口了。要买，这个是扎头发了，绑头发的。这个漂亮吗？这个漂亮一点。不好看吗？这种啊，好可爱的。你的头发少少的，你绑这种太大啦，不好看。要那种小一点的，头发少一点的。然后这个就绑起来就一大坨啦，要小一点的。这种就斯文一点。这个红公主啊，它本身是红色的，哪个？要粉色吧，粉粉嫩嫩的小公主。你自己喜欢什么颜色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看这个太大了，你的头发少，不能绑太大了，有点厚重。拿去那边放去，在哪里拿就放回哪里去。然后叫爸爸帮你绑两个辫子，然后一边绑这个蝴蝶结。我那不会绑嘞，我哪里会绑？他不会绑。这里这么短，都是谁剪的？谁帮你剪的？谁剪你后面啦、啊？短啦、啊？是谁剪啦、啊？啊？是谁剪你后面剪短啦、啊？不懂啊、哦？你那个裙子啊，就要上次穿那个裙子吗？哇，好漂亮的啊！这种吗？这种也可以啦、啊，这种也好看的、啊。幼稚你知道什么叫幼稚吗？你选这个啊这个好看了，这个好看了，你看这种还好看了嘛，这种还漂亮啊。对啊，那个哪里好看，那个不好看了，就选这种才好看呢，这个才好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就要这个啊？这个也好看的，这种。对呀、啊，那个下面那个才好看。这种绑的话不会痛吗？这种会痛，挺会痛的。这种绑的话不痛的。我讲，真的是很自信。这种会痛的，超痒，可以了吧？好了没有？还要什么？好了吧，还买什么？橡皮擦，写字橡皮擦，好像在后面那里，好像刚才往那里回头，就往那边过啊。这里，哎，这里，橡皮擦这边。有笔袋吗？够了吗？有笔袋吗？笔袋有了吧？有了啊。有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啊，
哦，青米有咯，有啊，有那类型啦，还要买了吗？走了吗？你不会玩吗？不会。要吗？要这里啦。啊？要吗？来哦。你会玩那个啦？玩了不能丢了不？要留好的。走了，现在出去了。忘记了，不要没买一把梳子是吧？以后剪的话不能剪这里啦，留这里，不用留这里的，留这里又没有什么用，不是，留在这里又不好的。这里不是留着的啦，不用留了，留一点就好了。你留这里留多多的。是啊。没有梳子，来。行啦，随便绑一下。哦，往地下街上来，要到广场这边。哇，原来这里是卖那些东西的。啊？三农产品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